魂本可以有两个十万年魂环，若不是你，唐三，陛下，什么事？这召集人马，我发动总攻，接到消息，天斗皇帝雪崩，这来得正好，大力也将成为我囊中之物。天斗皇室再也不足为惧，此战我军若赢了，传我命令，全来议事。是。我们帝国册封魂师、一宗宗主、所有主将以上，只要灭了天斗皇室，诸位尽可各凭本事，战事迫在眉睫，我皆可为你们实现。你们有任何心愿？很好。向家宗无不遵。目前星罗帝国方面已被圣仪定会经过一处险要之地，天斗帝国来袭无法全力参战，我们在那里事先准备周全，任何闲杂人等一律从封建中布置防御工事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是开战了，你们就是先锋，整顿军马，兵分四路，风族人身姿灵活小巧，探查敌斗大军的地精之路，请宗主派一队人去往前。是。哎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属下不敢不从，还请陛下明示。就是能，为什么要传位给我？您正值春秋鼎盛，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重铸辉煌，以后应该是九宝琉璃宗啊，不，咱们七宝琉璃宗真力远超于我，而且其中一个人的精神有人正在快速接近大军呢。如今既以夜魂力打九煞供奉千道流，难道大陆上在精神力上能超过他的屈指可数？我先去会会此人，凭99级封号斗罗出手，你们伺机而动，那将是毁天灭地的效果。一旦对大军发动大范围攻击，天斗大军经受不起任何损失。如今战争还未开始，第六魂技，万顷飞腾。三，五年未见，好久不见，前辈。前，我听蓉蓉说你接受了海兽道一股强大的威压，老夫从你身上感，前辈感受到的应该就是海神的神念，你到达了百级巅峰的实力，每位成神者都是海神。哎，望冲击百级了，可惜老夫此生无。你是来与大军会合的吗？唐三，你99级的大功夫，武魂帝国有一位长老，看看来挑战他的实力，就冒犯老师。你小子怎么变得这么瘦？嘿，严刻苦修炼，这几年我每天的教诲，从不时时刻刻谨记你。你小子脸皮还是那么厚。小三回来了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你们看。切磋教诲，不必担心。这两人招式并无差异。去海神岛前，咱们联手缠绵，还毫无败相。但你无法在七杀剑下坚持这么久。谁说五年过去，大家都有所进步？再见前辈手中过几招。第七魂技，杀心。泰坦苍穹炮，泰坦左臂魂骨技能。竟然被一个魂骨技能挡住了，那
那可是大陆第一斗罗的招式啊。这个魂骨技能从未见三哥用。三哥可是怪物中的怪物。老师，别忘了，待在咱们分开的这段时间里。难道？小三说不定已经到了封号斗罗。哎呀！哎！啊！重力泥爪，第八魂技，一煞惊雷起，一剑破，傲天九绝。杀神女破自觉，我可就挡不住了，前辈手下留情。老师，回来就好。老师，大驾到！老师。切不可如此，一国之君又是这百万大军的。唐三，你实力大增。唐三拜见两位老师。小五他。小三，就你一人，小五呢？看来不枉海神岛之行啊。三哥，这次我们史莱克七怪是。妈妈，
小五，我的孩子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。太好了，小五，你